虹桥，有两只青蛙守护着这里的青蛙虹桥，有两座，这是第一座。现在我在大英自行车道悠闲的骑着 U-bike 脚踏车，轻松骑，有达到运动的效果是最重要的。即将来到第二座的青蛙虹桥，通过。现在我们看到前方有人在玩双技术风筝，一次操作两架的技术风筝，这技术风筝是要有风大才能够飞的，真是紧张刺激，好玩。来看一下，那个就是操作者，一次要两条线。这座和平公园真是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然后旁边就是穿越机的练习场地，咻咻架。这里是穿越机的操作地方，就在树下。现在我们穿过绿色廊道，上面整片的绿树形成了一个脚踏车隧道，走在其间非常的舒服凉爽。旁边就是原住民酋长的家，沙乌瓦兹部落。然后继续直走就到大溪公园，假日的公园也是很热闹哦。大溪公园的小水池、小桥流水，还有一些艺术装置，有 rope 也有爱心。旁边就是五岭桥，现在我们沿着五岭桥下要上大溪桥。好，现在我们要进到脚踏车道啊，这个五岭桥下的侧流分道，一边是汽车，一边是脚踏车。前方就是大溪桥了，我们过了大溪桥之后要上大溪桥，然后走到对岸，大溪老街就在那个山丘上面。通过大溪桥，我们即将要上去。现在我们要过大溪桥了。好，大英路那边对。通过大溪桥，这个是大庆洞，即将通过。从旁边这条小路进来，进到这个公园，我们即将要上去大溪老街了。这个小公园就是一个月眉古道，可以通过这一条大马路到月眉地区。刚好遇到有人结婚，新娘车来到大溪老街。在的后面跟前面就是大溪老街，富有古迹特色的一条街道。好，即将来到无人宫。好，我的旁边这里就是无人宫，旁边就是大溪公园，这条是普济路。这里是大溪中正公园，来到大溪公园的脚踏车驿站。
超好吃的赖妈妈豆花，啊，创立于1971年，每次来吃都要排队哦，超好吃的。我们来看一下，豆花的口味很多种。你不想不怕真的？老川味，我们来这边吃牛肉面，老牌子的。对呀、啊。老川味牛肉面好吃，清炖的，汤鲜味美。逛完了大溪，我们直接回去了。月眉通路，这是通往大马路的超捷径。月眉古道。这里还有电梯可以坐上去，坐到公园，方便老弱妇孺。我们又来到了大溪桥。上面就是五岭桥了，我们通过。这里是中庄堰。中庄的南河堰，南下来的水是提供给中庄调整池使用。现在我们接上了早上来时的路了，直接回到莺歌。哦，这里有一场在玩飞机的，在中庄调整池的池尽头。哎呀，前方的路边有一个阿婆的卖菜点，这里的菜是他们自产。自售自销哦，阿嬷菜园，这里是中庄调整池管理中心，那叫本少姐。回到莺歌的龙窑桥，这里是未来广场，即将通过
龙的肚子。穿越时空来到过去，前方就是英歌运动中心，回到了我们早上出发的地方。今天我们的目标是骑脚踏车从英歌金山水步道还有大英的绿廊步道来到大溪，在大溪吃个好吃的赖妈妈豆花以及老川味牛肉面鱼汤鱼汤之后回去了。今天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拜拜。